主料：瘦肉200克，面200克。辅料：葱花、盐、味精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将事先称好的6两肉肉切成丝，然后弄成馅。将葱切成碎末，将6两面割好面浸半个小时。将擀成小剂子，在面饼上放上馅，用水煮好，饺子熟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：在包这个饺子时，要注意面最后包的一点不剩，馅也是包的一点不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